是孟芳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两人最爱的托特包。这就是英国品牌 Mulberry 今年春夏全新推出的 Kite 托特包，低调的配色，简单帅气又优雅。首先我们从它的外形来看起，设计师跳脱传统托特包的思维，贴心的提供两种提把设计，你可以依自己的需求选择手提或是肩背的方式，创新又实用。我们把包包打开来，你看看里头还附了一个可拆式的暗袋，你可以放悠游卡之类的重要的东西。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地方，就是背带与包款的结合处是透过圆形的铆钉扣住，这样背带在旋转活动的时候就不会留下折痕了。对一个平常不喜欢换包包的女生来说，造型简单实用又好穿搭，绝对是首选。